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太切记你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老子说哪样你都要来反驳，你个杠精儿啊！你脑壳进了浆糊吗？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特别好玩，说爷爷和孙子去湖里划船，划到一半桨断了，爷爷跟孙子们说桨完了。啊，然后呢？桨完了呀。爷爷跟孙子们说桨完了。桨完了。哼，哎，你是谁来着？小恋，你搞什么？我是大米啊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喝了旺仔牛奶。旺仔牛奶 KO。你们谁买单？稍等，小乖，问你个问题啊。从前啊，有三只猫，分别叫我。一天啊，他们在饭店吃完饭，我去开车，我去洗手间，还有一只猫呢去买单了。哎，你猜这个买单的是谁呀？我知道，买单的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呀，服务员，他买单。给钱吧。窗外还在下着雪。最近硬系好多人都嚟问 Max 关于宠物健康嘅问题，佢又唔系医生，佢只系识放粮放水咋 ？OK， 甚至有啲人问佢养咩狗好 ？Come on， 我似狗咩？吧，到外边来。你们刚吃过啊？到老板。哦，你要吃，看见了，你要吃啊。